参选人啊，上面资料也在 Wikidata 上。如果有人想要找伪参选人聊天的话，他就穿着黄背心坐在前面。好，这个。然后再下一组是，再下一组是谁？再下一组是 Gavin， 消防找水小帮手，所以请来帮我前面 stand by。他全面荧幕可能会有点问题。全面荧幕会有问题，我不太建议你直接这样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冰伦。今天 CoFex 核心成员有事不能来，所以改由 CoFex 核心边缘来代为提案。CoFex 是一个不会聊天的聊天机器人，不会聊天，那他会什么呢？ CoFex 背后有一个资料库，只要传讯息给他，他就会帮你找资料库里面有没有，有就会回传 CoFex 编辑查证的回应。那如果资料库里面没有，使用者可以选择将文章送到资料库，然后编辑们就可以在网站上看到被送进来的讯息，查证然后回应。截至上次大松为止 ，CoFex 总共有100,000个 LINE 好友，一个月可以收到17,000多则�讯息，然后其中大约有60%可以在资料库找得到。可以搜寻 LINE 官方账号或者是小老鼠CoFex。或者是扫描 QR code， 不过我要换下一张投影片，应该没有人扫得到。血扣做工的辟谣曹爽德，今天我们要来大举征采。我们希望征求 Node.js 还有 React.js 的开发者来一起帮我们解 issue。可以到 CoFex 的 GitHub 上找 Good First Issue。我们希望征求会查资料的人，其实就是在场的每一个人，一起来到我们网站辟谣 ，CoFex.g0v.tw。超级欢迎新手的啊！如果你在前两个礼拜有不小心分享到亚马逊大火的假图片，其实我们也欢迎转传过假讯息想来告解的人。编辑们在网站上写的东西，未来就会变成 LINEBAR 的回应。来辟谣我们会送贴纸，不过我今天没有带。CoFex 几乎每次大松都会来，这次来下次再来，你就可以一次拿到2张哦。快来谣言点大平台点 TW， 让我们共创没有人会转传谣言的未来。好，然后非常有梗的 CoFet， 然后接吧。对，那